业部门。嗨，你好，我们是干杯集团的旗下的肉商，叫做和牛物产。然后我们每年参展的主要的产品都是日本和牛，还有澳洲和牛，还有美国牛肉。那今年有新的大豆的植物肉，然后另外也有美国的母牛新的产品，另外有伊比利猪，还有芬兰的猪肉。另外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习惯的日本和牛之外，我们也有日本的国产牛，是我们一个新的牌子，叫做日本北海道希望黑牛 Nozomi Kurosi， 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这个猪的，Nozomi Kurosi， 谢谢啦，谢谢，拜拜。